令法师口中的妈祖婆蔡英文来到新竹市拜妈祖，就算是蓝营票仓，相亲热情依旧不减，但要抢票，一间庙哪够？新竹金山寺主委也是昔日马总统的重要客家庄脚，再见蔡英文态度很不同，这张票看来百分百已入袋。不过蔡英文仍不敢松懈。国民党咱的对手拢咧讲我咧躺着选啦，啊个别啦，我唔是躺着选，我大家拢就无用诶。重申自己没有躺着选，一个下午更是连跑三间庙，只是拜庙这么拼，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前一天立法院长王金平说召集宗教总会成员办世界联谊会？据了解，这活动估计万人参加，要是停住，威力不容小觑。王院长说要少宗教联谊会抢宗教票，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宗教票被波及？蔡英文低调回应说不会，因为要抢神明票，他也有自己配包。看看蔡英文。替自家立委参选人柯建铭站台，他们是自乡的家族，那为什么要自乡呢？因为有神才会要拜，才会有这个乡。那换句话说，他们是神养大的。毕竟不分蓝绿，都想靠民众最直接的信仰，用神明拉台支持度。TVBS 新闻赵国瑞、邱婉柔、林奕杰 SNG 小组新竹报道。